约制，你唱的会在哪里？其实这首歌是让很多很多的人认识安琪的一首歌，也因为这首歌让安琪在十年回归，重回这个歌坛之后，依旧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邀约，所以今天晚上你应该要唱一下，送给大家，来自你的演唱，包容送给你们，谢谢。